吴店长负责的这家健身房门店开了3-4年了，占地2000平左右。记者采访时，有几位会员正在店里锻炼。吴店长说，8月23号下午，门店的一位教练向他反馈说，有会员来询问门店是不是要跑路了。然后我们有一个私教会员，然后这边跟我们直接就教练联系，就是我们周围有一个依照韦德店健身房，他说是我们店倒闭了。吴店长说，这事儿太荒唐了。起初他都不敢相信，直到那位会员发来一段电话录音。是这样的，您之前不是在苏斯堡健身吗？对。然后说现在店的话不是已经关门了吗？然后我们这边呢是那个依照韦德的，您现在就是拿着苏斯堡的健身卡或者是合同，可以到我们店来抵扣2000元的。我们这里没有啊。您是哪个区的呀？江干区啊。江干区警方这边的吗？对啊。对，我们这边就是警方店的，依照韦德。我们那家应该没有关门。对呀，我就说，苏斯堡现在是全部都已经关门了，你可以看一下的。吴店长说，他后来马上就向这位会员做了澄清，但很快又有10多个会员来问门店到底是不是要关门了。另外，吴店长还说，门店一位员工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也看到了所谓他们门店关停的消息。这份通知上面写着，殷某健身房暂时停止营业，作为健身行业的从业者，深深感到惋惜。我方健身俱乐部希望能出一份微薄之力来维护消费者权益。从今日起，凡持有某健身房会员卡或合同的，可以到我方门店领取2000元闭店基金。记者注意到，这份通知中有不少病句也没有加盖公章。吴店长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门店的正常经营。我们还有会员直接上门，就是直接就质疑我们了，说你们店怎么就一下子倒闭，什么也没有提前通知啊，然后就说我们也是有个欺诈行为。吴店长提供了这份通知发布时的截图，发布人的昵称中有数字和英文，汉字是高某某。这个高某某还在通知中留下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不过记者扫了一下，发现名字头像都换掉了。吴店长曾让员工加了这位高某某的微信，但对方的朋友圈里已经看不到那份所谓的吴店长所在门店倒闭的通知了，不过有不少另一家健身房的广告信息。吴店长的员工还问这个高某某在哪儿，对方发来一个上海的地址，再问就直接被拉黑了。吴店长说，那家健身房距离他们门店走路只要10分钟，他带记者一起找了过去。对，你们这边有个男销售还有女销售，女销售打电话给我们会员啊，然后男销售是在那边就是网上朋友圈啊什么都在发我们这边好像是苏斯堡倒闭了。我们电话你们电话是不是8717？你现在拨一下好了。他们先拨一下吧。对，就是那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响了，但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对这件事情不知情。一位工作人员还扫了扫那份通知上的微信二维码，显示两人并不是好友。负责人不在，我刚跟他打电话沟通了一下，他说他明天上班会核实一下，然后这边会给到一个答复的。我们那个健身行业的话，应该是团结起来啊，一起就是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意识提高啊，然后去服务于更多的这种我们的大众。吴店长表示，他们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局、行业协会进行了举报。另外，门店将展开内部调查，要查清楚会员的联系方式是如何泄露的。姚宝、黄健，记者报道。